我真的就希望早一点往生。经中之妙，完全靠行。你真行，他就真有感应了。啊，现在人看不到感应都不相信啊！啊，感应是什么？就眼前的事情来讲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这个很明显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，你一定身心健康，自在安乐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刚才说过了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。你应付得非常得体，应付得虽非常自然，啊，都能显示出圆满。啊，我们现在讲，身心安乐。家庭美满，事业顺利。这是念佛的好处啊！念佛的人如果这东西都得不到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可靠了。这叫细末小事啊！啊，往生是成佛是大事，大事都能办得到，小事哪能不好呢？你真学真有这个好处。我一生没求长寿，我真的就希望早一点往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。